塔图姆不久前参加一个音乐节，却不料遭到开头视频中这位球迷的嘲讽，而他对此只是微微一笑。对于 NBA 球星，有人粉就会有人黑，当他们面对球迷嘲讽时会有自己的回应方式。与塔图姆这样大度的回应方式相似，比尔曾用叉腰卖萌的方式直面球迷对他的嘲讽。强如詹姆斯也同样遇到被球迷嘲讽的情况，那些年的奇勇大战成为很多球迷的青春回忆。老詹在一场比赛结束离场时遭到一位女球迷的嘲讽，但他只是怒视了一眼便离开。作为联盟当红炸子鸡，东契奇也遇到不少被球迷嘲讽的情况。他曾在媒体面前表示，如果有球迷当面嘲讽他，他会说道，谢谢你花钱来看我，仅此而已。大家还能说出哪些球星回应嘲讽的方式？欢迎评论分享。